龙虾，他说穿三角裤或比基尼，我有穿，他问我没有。哦，这个画面哦。比基尼啊？对啊，总不可能我穿比基尼上到沙滩上吧？我那时候是路人。穿着仅用骑乘重型机车的防护装备，那所以造成撞击的时候，那伤势呢虽然已经造成左右手左右脚膝盖的擦伤，但是已经造成这个伤势的部分已经有稍微比较缓解的现象。好，谢谢。